报告，咱市长。我看你不错。不管是谁。但是之后啊，人类所有的一切啊，都会有很大重大的改变，所以云端的应用啊非常重要。所以中华现在办所里业者啊，我们辅导他们积极跟台中电脑工会跟经济部的中小企业处共同主办的中华办所里，利用云端来行销。所以我们也让新住民的小朋友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特别用50万的奖学金啊，希望我们这些新住民的二代的小朋友能够学习到云端的商业的应用之外，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跟我们的彰化的伴手礼商家啊结合在一起，应用云端来作为我们彰化市的伴手礼的行销。工会这边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经济部中小企业处这一次的数位共好计划，也更感谢我们彰化市公所刚刚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结合新住民，然后二代有25个同学，也刚好是这次计划需要的一个帮手，小帮手这边，那我们两方三方结合起来之后，我想对店家的帮助会更大，这个部分是我们工会非常非常高兴刚好可以今年有这样的机会来服务全国各地的很著名的艺术家啊，真重要艺术家吼，替咱共同来画中华三八这个歌厅，不但替咱创作咱中华家己来写文化，来写咱的历史，来营造这个城市的文化观光。我较重要，我感谢足侪企业家，上重要就是咱前头公司的吴崇旺董事长，一手共咱买298粒。啊，捐将近300万，啊，这300万不是摕来做公所啊办活动的其他的经费，是摕来做咱新住民啊，伫台湾的新住，是咱中华的新住民，做因二代的教育奖学金。啊，咱看到咱疫情啊，这严重，咱中华名产小食就歹杀出去，所以咱甲因做云端的行销。那我们找了几位啊，10几位的新住民的啊朋友来行销彰化的这些啊名产，啊，也非常感谢，这是一个不同款的案例吼。啊，我想这是台湾真重要的这个替代文化，铁道文化就是善顾。那我们感谢黄秀立委，我们一起到中央争取的一笔经费将近2000万，啊，将这里打造成一个啊未来。形成一个休憩观光的一个重要的场所啊，过去才拢封闭去啊，过去才拢封闭。那我们从火车站到 Line Park， 在所谓的散步道啊，散步道就是从火车站串联到啊机关车园区，所谓机关车就是火车头的意思，富裕就是善的，拆开两个字结合起来就是善啊，所以这个是啊彰化的宝，我们。不但关心我们的新住民朋友，我们更推动一起来推动啊彰化的整体的未来的观光。家庭之后也给台湾带来一个多元的风貌，不论是他们的这个文化或者是美食，所以真的非常感谢，尤其是我们李明辉理事长常常带领他的姐妹一起这个在我们的彰化这个地区来办活动，让我们。这个在地的人更了解，这个新住民的一些文化还有美食哈。那也感谢市长今天能够在这边举办活动，那祝福今天晚上的活动圆满成功。哦，所以刚刚市长也解释过的哈，善把它拆开来就是一个富跟一个裕哈，非常好哦。那今天晚上我们来了很多的嘉宾哈，那还有我们所有的校长，尤其我们的新住民的第二代。在地方上协助很多公共事务，正如刚刚市长所提到的，台湾未来的力量，我想在新住民的身上
可以印证的出来哈，他们的智慧相当的高，那尤其新住民非常的辛苦哈，我很清楚哈，我太太是新住民，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一路的走来，包括我们的协会，其实我们在不断的推出一系列的活动的时候，无论是台语的课程，那去年的话市公所这边也在有配合我们新住民，也有在支持我们办了一个台语的课程，其实这种课程的话对我们来说的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来台湾15年了，但是我不会讲台语，可是我大部分能听懂，千万别骂我，骂了我都能听懂。好，大拇指，好，欢迎小帮手，恭喜你们，帮手在不在？在在云端小帮手在不在？新住民替咱中华这个小礼品啊，咱平常面上来做行销，做云端行销的小帮手，咱一个可以2万至3万的奖学金，咱新住民的朋友，因的第二代参与咱这个行销工作，咱中华做些美食甲伴手礼，做好这个网络行销工作。啊，咱甲因表示感谢，所以会叫咱颁发一个奖学金。啊，咱爱重视新住民的朋友，咱爱啊重视咱身边的新住民朋友，尤其是伊的第二代，而且新朋友啊，咱甲因斗三工，啊，因甲咱斗三工，啊，让咱台湾更加和蔼，啊，更加进步，更加快乐，互相帮忙。我再重复一遍，新住民是咱台湾未来新的希望，因为因的弟兄拢足好个，吼，拢足巧个，啊有淡薄仔经济上啊有较弱势一丝丝啊，啊咱甲伊斗三工，就是甲咱斗三工，就予咱台湾更加幸福，予咱台湾更加进步。感谢这一次，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会用我所学的东西来去回馈给社会上。是是，就是以一个当作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接触性的东西嘛，然后就想说来试试看，对，然后做自己一个挑战，如何活用它，然后去跟消费者做互动，或者是用手机就可以把东西拍得很好看的这些技巧，这些都是在学校里面很难能学到的，有学到挺多，然后在这方面也有使用到。现在都是网络时代嘛，然后大家也会比较懒得出门啊，然后就手机点一点就可以买东西，挺方便的。自我从政以来，我特别关心新住民的一切的福利，新住民甚至我认为因的二代、二代是未来台湾的新希望。我是谭雨婷，我是彰化新二代云端小扳手。我叫林玉杰，彰化新二代云端小扳手。我叫柯燕欣，彰化新二代云端小扳手。我是李逸云，彰化新二代云端小扳手。那我们一起加油！加油！好，谢谢他们精彩的。